都有听过医食同源、医药同源或食药同源等等的一些关键字哦。其实在这些的一些古老的智慧里头，就告诉大家说，食物跟疗养或者是健康之间的关联性是非常的紧密。那么我想食谱在这边跟大家呈现的是在维持健康跟防治疾病的作用，也就是说食物的这个补充呢，我们应该是 focus 在预防的一个观念，而不是疾病治疗的一个地方哦。那有人就说，我知道啦，反正是食物嘛，我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不会怎样啦，我麻油鸡我开心就好，我可以让自己觉得好舒服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事实上是这样吗？营养师你怎么放这么可怕又恶心的照片？那么事实上呢，这是一个原本就有肝炎的一个病患哦。那他因为不清楚自己的一个免疫功能，不清楚自己一个皮肤状况，所以当寒流来的时候，他就大量的吃这些补品。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各位看到的，他的一个肝炎症发作，这是他经过治疗之后恢复了一个原本健康的一个样子哦。所以补充这件事，食物的一个补充，食补这件事，事实上是不能乱吃的哦。那还有一个大家一定是最担心的，尤其是婆婆妈妈们哦，冬令食补多陷阱，当心身材大走样。各位知道平均一碗麻油鸡或者是姜母鸭，你们都不要算里面的料，光汤就好了。你们知道那一碗的热量有多高吗？大家有没有猜猜看？100。500，一次，800，1000，不算料哦，只有一个汤，就饭碗就好了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在不含料的一个状况之下，这样一碗大概是200卡。你说，200卡，娘，你嘛好啊，营养师加酒。事实上，一碗饭的热量差不多是200卡。那么一个汤你喝下去并没有饱足感，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碗接一碗，光汤而已，很可能就会到500-600卡。所以呢，身材也就跟着走样喽。那营养师你讲那么多，你这样把我们吓得半死，你要告诉我要怎么吃啊？好，接下来就告诉大家，那食补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补呢？香喷喷，营养师你真的好过分，又这样拿了这种漂亮的一个照片来了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在营养学的一个观念里头，食补它有它存在的一个好处跟价值。但是呢，以营养的一个观点出发，我们还是注重在这8个字：均衡饮食，重点补充。很多人听到说均衡饮食，均衡饮食跟那个食补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事实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哦。你只有知道你自己缺多少的东西，或者是当你身体有一些不足的时候，来做一个补充的作用，才能到达真正食补的一个目的哦。好啦，那营养师你告诉我吧，什么叫均衡饮食？我知道啦，我吃肉、吃菜、吃鱼、吃水果，我什么都吃，这样是不是叫均衡饮食？当然哦，多种类的一个食物摄取，事实上也是均衡饮食的一个重点。那我相信在这张图呢，可能大家之前关心健康的一个议题的朋友都有看过了哦。这张图事实上是卫生署新版的一个饮食指南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在图的中央，它会有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在这个扇形的下面，这代表的是什么？这个人要怎么样？要吃也要动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这里面有画水。